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萨阿弥陀佛，人的生命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就像各位打开生命电视台灯开销就一直去，但是目的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修行有法度进步。什么是进步？就是越来越无烦恼，没生气，没讲人歹话，没执着，进一步各位去关心厝边隔壁，关心别人，关心其他的众生，乃至解超度。所以希望各位体悟无上，多净化自己，也多关心生命电视台。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就是关心众生，就是护持佛陀的净化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关心生命，更加关心您的心灵慧命。欢迎做会护持这部制作经费，护持号码1996-5232，1996-5232，号码生命文化基金会。